好啦，来唱最后一首歌了，不会跟大家玩了。哎，啊，无聊的时光总是一下就过去了。我们的演唱会就是会保持这样的风格，无聊、鲁桥，但是又动听，是不是相当崭新的一种风格？是吗？沉默一对的意思是，有人在吗？有人在梦时代吗？还是都去喝书跑了？好，哎，请问刚刚我在唱歌中间有人买票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啦。好担心。给我一个噔噔的音乐好吗？我看你怕没机会下。唱到六条、十条、十五条，哎呦，夭寿啊！你命，好像我们还好，尽管是这样子，我们还是涌泉一包，不管人们怎么对我，我还是用爱对待这个世界。希望我们的爱可以感动上天，让我们的票卖完吧！天哪！啊！有没有来错场合的感觉？那后面应该是……哎呦，不要乱开玩笑哈！阿弥陀佛。哎，我刚刚呢就转着头啊，然后想说看一下这张海报，然后就突然就看到刘嘉凯，我心想说，我那时候心里就冒出一个 OS 说瞪屁啊，然后就一看，谢欣也在瞪我，龚一喜也在瞪我，连阿福都会瞪人，好夸张的一张海报，你有没有发现阿福很夸张，瞪得很夸张吗？史俊威倒是蛮和善的，你觉得自己是钢琴诗人丹尼尔对不对？Daniel Porter 对不对？有像对不对？修的吧，这人怎么差那么多啊？比一下，比一下。你站起来跟他比一下，这脸那么瘦，你站起来，你站起来。你敢站到他旁边吗？我们是真金不怕火炼哦。什么姿势？真金不怕火炼。哎呦，我摸哪里啊？不好意思，也是蛮炽烈的啊。好了，不要再闹了好不好？你们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？哎，我们可以唱到什么时候？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怕握手握不完，对不对？好，请大家赶快回家，好不好？还是干脆我们今天就取消握手，然后我再多唱一小时。真的还假的？你们是认真的吗？赞成这个方案的举手。等一下，往右看，坚持要握到手，所以不要这个方案的举手。那你们要不要先去旁边集合？啊，我先跟你握手，你先回去嘛，好不好？那怎么办？他们都比较想这样哎。啊？两个方案都要？你以为我真的是怎么样？我加半磁剂是不是？没有。这位师姐，抱歉啊，你那个衣服要10万元。不行啊，一定要握，是不是？可是他们都比较想要听哎，为什么？来听演唱会。好，他们很现实的说，来听演唱会啊。今天有来的应该是都有买票要来的吧？我们很累，他多唱不累吗？这是自相矛盾嘛。讲话要有逻辑啊，不是我们的国民教育出了什么问题？讲话颠三倒四的。好啦，我们应该有个时间嘛，那多唱的我们就握不完，这样子好不好？大家同意吗？我们就多唱一点，然后也握，但是就握不完，这样好吗？同意这个方案的举手。折中，不同意耶。好啦，那我们就来握手好了。
也没办法，因为如果我们临时改变的话，一定有人在网络上会唧唧歪歪的，就是说明明就说要握手，最后又这样乱改，怎么可以这样子乱改一个活动什么的？哎，现在还在转播吗？我是说，他是谁？刚没有啊？我觉得你直接麦克风给他。你怎么样？我就是爱讲脏话，犯法，抓我啊！哦，不可以这样，是不是？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本人在这边跟全天下的观众道歉，做了最差的示范，对不起。但是今后我还是会继续讲脏话。不是啊，那真的是有时候是一个很自然的身体反应，对不对？就像你翘膝盖一定会翘的啊，对不对？不然你就中风了。所以在我有生之年，我都会努力的讲脏话报答大家。所以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我有点彷徨的心理。像阿福好像穿的另外一件衣服的感觉。对啊，我们是浅灰色被你穿成深灰色。好可怕，后面很可怕。怎么会这样？啊，你干嘛摸人家屁股？好，但好了，那不然再随便点个几首好不好？然后我们就草草的结束这一切。我们来示范一下演唱会的点歌方式好了。好。苏打绿演唱会最特别就是没有 uncle， 但是有点歌，而且通常点歌比人家 uncle 还长。哎，现在没有。通常啦，通常是这样，对，通常是这样。啊，这已经很久的一个梗，没有人听过。啊？哦，把转播唱完之后关机再唱三首，是不是？好。所以现在王力前的朋友你们都听到了。接下来的歌你们可能都听不到了啊，因为谁叫你不在高雄，是不是？现在有没有觉得很后悔？有没有觉得一种舍不得的感觉？有没有一种天哪，等下就被卡掉，我真的很懊恼我没有在高雄。所以最后的一次机会就在8月19号，再不来你要等多久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谁知道呢？谁知道我在跟谁讲话？我要发疯了！下一次请让我早点睡。好啦，就是这次的曲目真的蛮精彩的，就是8月18号跟8月19号呢，听说两天的曲目会相差非常的多，大相径庭的两个曲目，然后呢，好像会有10多首不一样的歌，有没有开始觉得很懊恼？因为想唱的歌真的太多，但是真的唱不完。然后呢，这些歌当中呢，又有很多歌是我们从来没唱过的歌。从来没唱过的歌当中，有别人的歌，有自己的歌，还有别人来唱他们的歌。所以，别人来唱他们的歌，就是嘉宾啊，怎么那么笨啊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就是有没有听起来很吸引人？啊，侧卧唱，要问侧卧姐啊，我是有很努力，你们知道侧卧姐这个人吗？哎，你在高雄也相当红哎，我有游说他，就是在高雄的舞台上侧卧，而且舞台已经帮他画好了，可是他到时候赏不赏脸我是不知道，我们钱是已经花了。因为有帮他准备一个可以侧卧的升降台，但是他愿不愿意赏脸我是不知道，因为他本身现在就是随着他在大陆水涨船高，他的名声他也开始变得很大头症。你跟镜头说声嗨啊，镜头在拍你。从一开始这样子侧卧到这样在越来越下面，因为头越来越大很重。好啦，希望你可以在高雄侧卧好不好？你们想看他侧卧吗？想。有多想？想。来跟他打个招呼啊，挥个手啊，在这里啊。好了，希望那个到时候可以，如果他愿意上台侧卧，我就侧卧唱，好不好？所以大家能不能够看我侧卧唱，要看小兔决定，一切都不是我的决定。小兔，小兔啊，我们赶快来唱最后一首歌。好。